号同坑马车，十号死甲坑，然后呢还可以看到那个百战的俑坑、陪葬坑，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出土的部分，还有秦俑坑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，就在这25号的部分，所以呢路程还是比较蛮遥远的。OK。同样的那个区域上，我们可能就是包含了，然后呢，并没有包含你这么。